强积金计划你想点拣退休篇？陈生同陈太都接近退休年龄，两位都做紧保安员，近期时不时都会讨论喺65岁退休时点样处理同提取自己嘅强积金。我哋都差唔多退休啦，大家想做啲咩啊？我就想日日去钓鱼，我就想去旅行啦。话时话啦，大家退休嗰阵会点样处理储咗咁耐嘅强积金啊？我就谂住一笔过攞翻晒，慢慢用，用嚟去旅行同自己投资。我同老婆就谂紧一笔过攞，分期慢慢攞定继续投资。继续投资嘅话，就先攞一部分做日常开支，另一部分就留翻喺强积金计划内继续投资。